Into there? Okay. So then? No, my Dorito. Long Paradise. Ne, to je za običný park. Safari, safari. Toma? Safari. Tolarea. Ei, să-l tomă și te-a. This, this. Tădă-tădă-a, am mă de tare. Ah, ah. Ai tot-o. Oh? U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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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de? No? Safari park. Pravda ne, komu to nazvali, ale pán mrbí čítle ne, bo za safari. Byl on water park? No, no, no. Desno je water park, levo je pa safari kazal, no? Se tak razdaje. Ja. Ne vem. Tam je levo. Desno je water park. Baby, desno je water park tickets booth, tle pa verjetno safari tickets booth, a ne? Če je tle safari. Lahko skupno kupaš. Sej, tudi lahko verjetno tle skupno kupaš. A kva? Evo. Evo. To je to. E, yes. North entrance, safari on wheels. 80 smo zdaj. Imaš? Ajde, šugodi kosu, šugodi. Now we are at Chimlong Safari Park, where it's 20 most endangered species in the world. And also they have 10 most rare animals in the world in this safari park. Or is that in the zoo? No, I'm not so sure anymore.
Sushi wa bushi chong mego ren wa sushi chong wa ren. 你说中国人美国人怎么了？中国人啊，我们是中国人。中国人 OK。 你是美国人？美国人。这个呢是亚黑泰克中间的那个圆脸Thank you.
下来的。那我们下来了。小老虎可以喂。
就是要小老虎啊，给给你喂喂小老虎，给你喂呀，哎呀，给你。当时他在屋里头，弟弟在屋里头，你是猫的，在屋里头，弟弟在屋里头，可可闹了。把瓜子给放的。也放的是屋里头，不是你。哎，小老虎，你看，你看，你看，现在，哦，好大了。对。你看老虎。啊，把虎挂了。也没有在场了，在旁边这边。啊，老鼠！啊，大姐，啊，啊，啊，当鼠公，当鼠公，小豆豆，你看，你不要吃豆豆，你看一下，他们捉那个捉完了。或者晕车、晕船的话，就不要跟着喽。Bohdy, čigausi pati? A? Čigausi? Eiga. Kažkaip povedau. It can repair it again. What? The what?你们好，我是小东，我是2056年长隆野生动物世界的员工。在一次错误的操作，我来到这里。在时空穿梭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个大秘密。原来在侏罗纪时期，恐龙曾经聚居在这一带地区。你们有兴趣跟我一起去探险吗？我可以把你们带回侏罗纪时代。认识眼睛这条蛇啊，这条蛇它叫红尾羊，也可以叫它红尾蟒啊，因为它尾巴末端有一些红色鳞片，所以叫红尾羊了。这种非常古老的蛇类，从恐龙时代就生存到现代。
Thank you.
准备搭车了，请留意控制灯吗？小火车观众们，请注意小火车观众们。Safari Park on the wheels。各位大家好，欢迎乘坐参观野生动物世界神奇的小火车。我们即将穿越世界文化洲，开展一场奇幻而美妙的动物之旅。在行车过程中，请勿依靠左右两边的自动门，自动门会自动关闭及打开。在行车过程中，请勿站立及喧哗，以免惊吓到与我们亲密接触的动物朋友们。哎呀哎呀，在行车过程中，请保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拿好自己手机、相机，以免丢落在车厢外。为了更好的保护您和动物朋友们，请勿使用自拍杆，谢谢很。1.8米，身为双鸟冠军，右手边有着这种鸵鸟，叫做鸸鹋。鸸鹋的话呢，它是世界第二大，就现在，所以也不是最古老的鸟类动物。那在鸵鸟跟脖子的是黑颈天鹅，还有看到头部上有齐刘海的是羊驼，又像羊又一对象，宁愿孤独终生呢、啊。做好符文，稍后赶路的就是在右手边的他们，那也是他们那丹顶鹤了，瞧瞧，对啊，总体型比较大的，大的，聪明，那就是右手边。不，那怎么区分大象先生还是大象小姐呢？那小姐的话呢，并不是没有象牙的，只是牙齿比较大。然后在前方全体忠诚的叫巴西莫了。莫的话为什么被称为另类是不像乔？那他鼻子像大象，耳朵像马，全体像猪，后勤像犀牛，所以被称为是另类是不像。所以连老虎狮子看见他却不敢侵犯他的。只要站在我们前方啊，帝王棕色的这只是熊大了啊，他在大陆敬酒的就是他了。他被放纵着傻傻的，他们游泳爬树样样都行。小母鸡反正在1997年瑞典收到五元至今繁殖的14胎了，现在全国有300只白骨，其中藏于野生动物世界已经存有着150多只了。有着长长尖角黑板脸的叫做剑灵，剑灵的话像京剧的小生，被称为是帅哥呢。犀牛，右前方也会看到他们的，预防寄生虫在皮肤里面的。那一只成年的犀牛的话呢，重达2到3.5吨，那一只犀牛宝宝的话呢，都有着100斤重呢。瞧，现在右手边刚刚看见的屁股有个圈的，那叫做雪梨。我在准备下播，大家留意一下右手边，右手边上方会出现比较独立的，他们叫做手鱼。那手鱼的话，都要待在水里面，它并不会游泳，只会溺水最长半小时出来换一口气。在河马的前方，那两只鸟是真的红色嘴，证明脖子上的鬃毛哈。有人常常鬃毛的是先生，没有的就是小姐了。那先生的任务的话，保护家园；小姐的任务就是在外面捕食，回家照顾孩子。那当找到的食物的话呢，还是要先给先生吃，再给宝宝吃，最后才到自己吃。好，稍后右手边小火车拐弯找符文。右手边这两只哈、啊，白色脸，后身屁股也是白色的呢，这两只叫做白面牛铃铛。
长颈鹿的话呢有个优点大家知道吗？那是四长哈，有着脖子长、腿长、舌头，是长颈鹿的优点哈。那缺点大家知道吗？啊，就是高血压了，聪明。因为拥有高血压，所以低头不能超过五分钟，万一超过五分钟就会晕倒了。好，请各动物们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谢谢合作，请勿轻易接触它们。因为他们低头不能超过五分钟，所以的话工作人员都会将食物往高处投放，方便他们进食的。然后右手边正会看到体毛白色到嘴巴的，就是刚刚所说过的鹈鹕了。边有只体型叫比狂嘴狂干要高的哈，脖子白色，有两个有垂下来的，叫做右垂鹤呢。哎，你把烟掐了行吗？一会儿听不见了。好，刚开始用。左边左手边有一群哈，像老头子驼子被子的哈，这边右手边有也有一只，它叫做秃鹳，秃鹳真的是不用哈，这边右手边有也有一只，它叫做秃鹳，秃鹳真的是不用指点，那大动物它的脖子可以有带很多食物的，那所以的话呢，吃不完它们会兜着走的。好，小伙子拐弯了，走不稳。
In vtisi od Safari parku? Močno nam do kraja. Ampak uredno, ne? Če odmislimo galamo, njihovo pa je bilo top.